那个今天是可以插健保卡那个预购口罩第一天，来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做好不好？来，首先呢，这里有一个 IC 卡，晶片朝上，这里请把你的卡片晶片朝上插进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口罩领取加防疫大作战，这里按一下，然后进去了之后口罩预购按一下，按完了之后呢，它这里直接按同意，然后同意完之后这里有一个确认，确认键按一下，它会跑完之后呢，那个手机电话，因为我之前就有预购过，所以它会直接跳手机电话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像各位第一次领取的话就要直接自己打手机电话，打完之后确认按一下，然后这里就是出现的所有资讯，然后直接按列印，把单子印出来呢，卡片记得抽起来，然后拿到柜台，然后给柜台人员结账，刷取三段四条码之后，他会跟你收钱，然后总共会收52元，然后把钱拿给那个店员。然后52元，这样就完成结账的手续了。OK。